出发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兄弟们，今天什么安排？啊，今天啊，今天庞娃请吃鱼。吃鱼呀？哇，可以哦。他说在那个江边上。远吗？不远，一两公里。哦。吃完然后去他家那个小院子里面把帐篷清洗一下。啊，就昨天那个臭土肉搞的，去洗一下也行。最后150米进入环岛。这里就是嘉陵江。哇，下面还有个船，水上石油，专门给船加油的。是不是待了半天了？钟情门，嘉陵江啊，嘉陵江，以前时候听说嘉陵江，嘉陵江没来过，这次终于来嘉陵江了。先洗个澡，先洗个澡呗。哎，这个水真清啊！哇，人家这江都是浑的，我们这江都是清清的啊。对，见底啊，看见没有？能看见石头，爽吗？啊，好凉快。这个师傅给你一脚进去了，多凉快！洗个澡呗。游泳的啊，是挺凉的，也敢游啊！这水可以的，温的。这个在里面游泳很爽的。对，搞得我想进去游一下。洗吧，我怕我游不回来。没事，有船。你那个床是给我准备的吗？上面在放副棺材是吧？没事，我把绳子。我去。咱们摆着，容易滑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叫做兄弟树啊，大家别看错了啊，这是什么？是兄弟树，兄弟树，快点！哎呀，你真的是，要不要搞个同心锁呀？这里还有锁。这两棵树真的是抱起来的，看这里。天长地久。哎，真的是。这锁也没写名字啊。没名字，假的。古码头品江月。哎，他的鱼叫冷藏，是吧？天然冷藏啊！哎呀，这个洞是修在山里的。对呀、啊。哦呦。山洞。这个纯鱼的山洞挺有特色的。它滴水。什么鱼？什么鱼？你们喜欢吃什么鱼啊？鲤鱼跟鲢鱼。鲢鱼哈。嗯，可以。好，给你了。真的是别有一番洞天呀、啊！哎呀，应该是鲢鱼，然后还有黄辣丁。哎，那什么鱼？黄辣丁就是鲢鱼，黄辣丁还没有。鲢鱼，2斤3两，1.3公斤。见过这个碗吗？什么方法可以？是这样，敲，碎了，是吧？哎，还是彭娃敲的好啊！来，上菜了，风景。这个是送的小吃，哦、是呀、啊。送的能多送点。凉菜。嗯，凉菜是什么？可不可以再送一根豆干嘛？再送碗豆干。啊。可以吗？我是远道而来的朋友，我是广东来的。豆腐皮。这是凉粉，这豆干好吃。凉皮还是凉粉？豆干真的好吃，所以说我要豆干。哦，还有，是不是放方块的？哦，那里。这肉真的挺好吃的，有点大呀、这一锅。是花椒还是海椒？花椒。花椒。我来盛一下看一下。看一下辣椒多不多？哇、哦，这满满的全是鱼啊、哦！鱼和豆腐、豆腐我的最爱。这个鱼也嫩，豆腐也嫩。酸菜。哇，能想象这个口感吗？口水已经流了一地了。那个老坛酸菜哟、哦。老坛吗？老坛，就是、哦，就在杆子里面的是吧？对。好吧，尝吧，尝吧，开动吧。这鱼肉真的吃进去，鲢鱼嘛，吃进去之后很 Q 弹，味道也很，就是辣味啊、花椒啊，吃果拌的。辣不辣？辣不辣？
你这问的我一个四川人怕辣吗？主要四川就是四川人，主要四川就是四川人。嗯，肉质很 Q 弹，很细腻。嗯嗯，美食评论家，绝了！我先吃豆腐。我见过，我姑父，那一条鱼全都带刺的啊，一条小小的，那个嘴巴一进去一出来就是个骨头。啊、这个嘴巴，那处理机器一样的。然后这是一把骨头，这是一个鱼骨鱼刺，然后鱼肉全部带在嘴里的，溜得很啊！这叫会吃鱼。那叫吸。它不叫吸，它就是嘴巴处理这个鱼刺的过程中，就跟嚼肉机似的。我看了都目瞪口呆。而且我们那的鱼是比较小的，红色的鱼，啊、小小的这么大一条，正好一口。他们吃虾也是一个活虾进去，然后出来就是一个虾壳，完整的。那个没难度。没难度吗？对啊，吃虾没难度。千年码头，周子古渡。哎，你知道这个楼叫什么楼吗？财神楼。四个金蝉坐镇。大金蝉，哇！哇，上面好多燕子。对，上面全是。人家说住燕子的地方好。对，有福人家燕子飞嘛。刚才妈妈飞过来一群小的。你看他刚才小的。哦。能看见这个燕子吗？我不动的话，就跟那个画。我会掉下来的。掉不下来。怪味麻花、五香芝麻、花生麻花，可以尝一个吗？可以的。好，你买。尝一下。嗯。美女。好吧，尝一下。我不用尝了。啊？我经常吃，我也买，经常买的出去送给朋友。嗯。嗯。很酥。肉丝。这肉丝啊。肉松。我吃这个肉松了。肉松还可以啊，它那个肉松有辣的，有不辣的。哪里？带点，一人两袋，装六袋。我用那么多，吃。我装哪种嘛？两个。嗯，就要吃两种嘛。这花生的不要哈，那就装那个嘛。混吃混喝。好不容易来一趟，这我们这里。啊，该吃尝过来了。哎呀妈，你去带一种吧，你老板不打忙哦。嗯，谢谢。那是我尝尝这个。我尝这个。嗯，它做出来的，还是做的。好吃的，你啥不得？怪味，这个是花生味。刚尝的味道都挺不错的。哥们，跟你一起喝，这样吧。哥们，还给我。他们说话了。哥们，啊，请那个奶奶帮我们点。哦哟。专门请那个奶奶帮我们点。不是你怕你点不燃是不是啊？你怕你点不燃是不是？我怕我没那么专业。来，点的。那这个要不要豆腐干？不用不用。豆腐干还可以啊。你豆腐干不要吗？你看一下，真的还可以啊。我要去点财神了，我不吃，将来有的吃。豆腐干。然后买了这么，不是请了这么多供奉的，然后奶奶跟我们一起去那边庙里面去点。奶奶，你今年多大呀？八十。啊，看得还是很年轻啊！哪有？你八十岁了呀？哎，看起来好年轻哦！看起来轻，跟你牙齿或者头发都白了。来，每人一副。啊？自己拿着，让他给你点。不是一个一个点吗？啊，这不用。先放边上吧。我先给他们分了，然后一个个来。点旺香，旺香哈，旺香六才旺旺，都说点旺香才旺啊，点旺香。哦，我的两个知道吗？这是个火越旺，把香点起来，说明你越旺。对，我肯定旺噻。顺风顺水顺财神。奶奶说他肯定旺，他点的香肯定旺。所以说他是在经常在那个庙上面。金菩萨的吧？就是经常在那个和尚一样。菩萨面前去那个守护的那种。菩萨护菩萨护菩萨耶。啊。哦。
作品都冒。哦，他在吹风。你这个是最最有财运的地方，把你看过了。是吧？平安健康，平安健康，财。平安健康吧，平安饮水都不得吃，哎呀。嗯。你说观音菩萨好一点。菩萨。他说这上面有观音菩萨，有财神菩萨。啊、嗯，走吧，走吧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好了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你们结婚好多年了？这是个幺辈儿，幺辈儿啊，好友。太幸福了。幺辈儿，可以没你。过来，我说的。啊。哎呀。嗯。哎呀。喝水。是真正的山泉水，很多人他拿水桶来打的，直接喝，直接喝哈。是不是农夫山泉有点甜啊？这真的是山泉。哇，装那么久才能把嘴巴装满吗？喝饱了。怎么样？咽了好几口。咋样？甜不甜？来一口。来一口。我来一口。我每次来，我们家小朋友也是，每次来就要喝一点。什么？神龙泉。很多人他是拿那个水桶来装回去自己喝。写了吗？写神龙泉，甜的，那就没那么之前好喝啊。源于龙角山，口感不一样了。真的感觉不之前好喝。源源不绝，水质甘甜纯净，当地百姓称之为神龙泉，常作为烧茶煮饭之间用。神龙泉喝的也有声音，要喝吧？有点甜。我也喝一口，喝到耳朵里面去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喝了神农泉的水，清水。来到棚花小院，想在这里研究研究这小灶台，一年多没用了。铝的，铝的。哎，你看那个柴火，蒸煮烧，哦，蒸煮炒，主打一个什么？纯天然，柴火。这个好挺好的设计的这个小亭子。对、啊、在外面。这个地方就做菜的地方，然后那个地方喝茶的。其实单独有一个这种小亭子做饭呀，真的挺不错。很惬意。嗯。享受人生嘛。你看这个地方还有仙人掌，你这个仙人掌，你知道为什么要种仙人掌吗？嗯。防小人。防小人，带刺的。我们家那边也有种这个东西的，仙人树，在树上嫁接，在这边把车子卸下来，帐篷要好好洗一下。哇，好重啊！这是两箱蜂蜜，那里有一箱，这里有一箱，这是我们从伏尔金带回来的，顾哥。拿回家给家里人分一下，我也搬了两箱发回去的。我是省了钱，直接一趟拉回家。你是还发快递？对，发快递的时候，当时我没有拍，因为走得比较急。他这直接扔车上就带回来了，好几十瓶嘞。我咱们这个蜂蜜现在是不是还可以复购？可以啊，你打电话给他，让他帮你弄就好了呀。就是蜂农那边是吗？但是怎么说呢，我们不在那个地方。但是你跟他做交代，你说如果说买到了什么那种比较次的或者什么，可以退款就行了，就没什么问题。就是现在要是想复购蜂蜜的还可以复购，但是都是蜂农大哥那边嘛，他帮忙代发，帐篷洗一下，这个上面全是那个味儿，然后锅碗瓢盆收拾一下，全部都洗一洗，盐酱醋啊这些就不要了，回头重新买新的，渗透到这上面，其他的也大概全部都收拾一下吧，东西，然后需要什么这两天筹备一下，就准备订购装备了，差不多需要一个多星期左右吧。臭不臭？弄点洗衣粉泡一下。有味道啊！这渗透的就真有味道啊！味老大了。有没有闻到？闻到了，我觉得洗不干净吧。冲冲吧。得用洗衣粉泡。那方便。哦，家里有。要不要嘛？送我的。肯定送你呀、啊。
小罐的有没有啊？没有，我们这都是大果，一公斤一瓶的。这什么蜜啊？黑蜂蜜。黑蜂蜜啊？对啊，你肯定没尝过。没尝过黑蜂蜜。一罐就好了，一罐就好。拿两罐嘛。一罐就好了，一罐。拿两罐嘛。一罐就好了。哎呦，呵呵谢谢。黑蜂蜜，这没吃过的。尝一下，味道还可以。看着就不一样。啊，这里面有发粉，看到没有？这里面有，对，很明显的。它温度降下来以后就会慢慢结晶。啊。这两天放车里晒的。新疆的特产。好大方啊，酷哥。新疆的特产。大飞玩得很开心啊。你冲我，我都不带说一声的。不要急，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没水了，该我了吧？你提着那桶水干嘛？怎么了？你感到害怕了？害羞。哦。这个公秀。干嘛？没事。能看到彩虹吗？看不到啊。看到了吧？毛刚才被我拔掉了很多了，不然它的它好像长出了一撮一撮的毛。这现在痛不痛啊？肯定痛啊。没几根了，能拍到吗？全都是看这里，看这里。全都是。痛不痛？痛。不痛。不痛啊。嗯。不痛就没关系。进去以后就痛。哇，确实有彩虹哎！啊，哇，彩虹，好漂亮！湿度到了一层，哎，过来帮我拔一下，快点儿！好嘞，我没指甲，我也拔呀，来，我上嘴，我也没指甲呀。